小酥肉，妈呀，语气都变了。你吃这些都不健康，我可不吃，我们都假吃。一会儿你假吃啊，我求你。行，差不多，看会儿电视，咱俩把第一期给看了呗。我感觉那个肠应该快好，它应该有提示。哎呀，肠咋了？你快点，那个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这好吃吗？不是。哎，你不买了辣椒面撒一上去就可以吧？那你顺便把那鸡柳拿出来得了，大脸吃小脸，小脸干豆眼。多少逗号加串好了？哇，你胖的，还吃呢？你婆我也不能给你吃。你有没有发现他拿这么多的东西，咱俩没有一个人上去伸个手帮他拿一下子？那真不是，那真不是。你甚至还坐那儿呢，我连动都不想动。哎呀，敲门。Hello 啊，拎这么多东西呀，马哥，咱俩好久都没见了。嘿，可不是嘛，就几天。拎的怎么的？中秋节没吃剩那月饼啊？对。哇。切点吃。我这刀工不咋行。别急，你掰的挺绝呀。我懒。马哥真好，哎，马哥这手艺可不得了，可不咋的。哎呀，我都感动了。谢谢你，马哥，两个就够了。我俩看着你紧张吗？我怕气儿少。那我俩走吧。看马哥一个人在厨房里任劳任怨的。真是，你说这好朋友上哪找？就是呢，马哥，你天天来呗。想都不敢想啊。找了一厨子。朋友，我们找的是朋友。厨子，你不得给钱吗？厨子。好样的，你说的对，李月琴。哇哦。我朋友给我发歌，我先警告你，我说我只说这歌不好的地方。这话还不如不说，就会适得其反。但是你给我发了，既然我说这句话了，你还敢给我发？那人家也不能说，那我不给你发了。三明治谈话法。